新年好呀，新年好呀，祝福大家新年好。我们唱歌，我们跳舞，祝福大家新年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这里是TENASIA TV， 我是 Music in the Sky， 听听。那2018年啊，已经悄悄的到来了。不知道大家的开年呢过得怎么样呢？那话不多说，今天的第一期节目啊，听啊也给大家带来了当当当当非常好吃的花生小零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吃吃看。很香的花生味，好好吃哦。好了，那吃完今天的小零食呢，2018年的第一个礼拜啊，韩国的娱乐圈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呢？跟着天音一起来看看吧。那女子组合么么 land 呢，在1月3日下午啊，也是发布了他们自己的新专辑 Great。 那这次的新歌呢也是非常的有中毒性，专辑啊也是展现出了他们独特的活泼魅力。那1月3日下午呢，他们也是开展了自己的新曲发布会，希望大家都要多多支持哦。好了，那新人男子组合 TRCNG 呢，在1月2日啊，也是发布了他们的新单曲 Wolf Baby。 那这次的新歌呢，也是展现了他们不一样的魅力，也是诉说了男孩子啊，在喜欢的女生面前啊，也是会展现出非常坚强的一面。那1月2日下午呢，他们也是开展了自己的 showcase， 希望各位粉丝都不要错过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新闻呢就到这边都要说完啦。那新年的开始呢，希望大家都要注意身体健康，不要生病了。那希望大家的2018年呢都能快快乐乐，开开心心。这里是TENASIA TV， 我是天音，我们下周再见咯，拜拜。